好，我们终于回来了。Hello， 对，回来了。刚才电脑突然死机了，我的天，对吧？我这个电脑应该还非常好的一个电脑啊，用了也大概七八十年，没那么长时间，没有，开玩笑，没有七八十天，用了一年多吧。但是感觉这个电脑还很好用的，但是最近可能是对它没有特别的照顾啊，所以经常闹闹脾气，对吧？所以刚才突然死机了，吓了我一跳啊，这个动不了了。好，现在我们又回来了，对吧？然后在我们回来之后，这个总比分变成了2.5比0.5，2.5比2.5啊，然后这个打平了，看来很激烈。对，然后我们刚才回到这个 Ricky 的对局，我们刚才说黑棋在这儿 B5 的时候，白棋完全不需要花一步 A3， 对吧？因为你的象已经保住兵了，后E2更好。B4 之后，我们说马 A4， 在这个局面当中随时把对方的兵诱下来，在 C3 打开 C 线之后，可以在 C 线上去进攻对方的后啊，或者在这时候 B4 走完之后，如果你够胆气的话，如果你胆子够大的话啊，完全可以马 D5， 然后直接就开始对对方的王一顿猛揍，吃掉这个棋，就是弃掉之后开始，怎么说？对，弃掉之后开始这个给对方施到一些压力啊，就像有点像这个塔尔的弃子，就是不是说直接能够将死对方，但是呢，弃掉子之后呢，可以让对手瘫痪，对吧？黑棋的棋子就动不太了了，马 G7，然后比如说你王 F8 的话，我象 H6，这个局面的话，白棋非常有攻势啊，所以黑棋如果想要走 B4 的话，要掂量白敢不敢让白棋这个马 D5。所以呢，既然我们不怕对方 B4，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在开局阶段走这个边兵。所以，尽量在开局阶段不要走边兵，如果不是特别的话，对局当中走了 A3 啊 ，Ricky 还是比较稳，像 B7， 像，我收回我刚才的话，我刚才是不是说 Ricky 还是比较稳？对，我刚才是不是说 Ricky 比较稳啊？话音还没落 ，Ricky 就直接气死了，这个有点凶啊。等会儿这有棋吗？这个有棋吗？我很怀疑啊，我觉得不一定有棋吧。不像有棋吧，对吧？以我这个十几年的西西里的功力来说，我觉得应该不像是有棋。虽然经常有这样下的，但是不是这个变化呀 ？A B 马吃后 B 六 ，Ricky 这盘棋就是要怒了，生气了。像 E3 后 B 六的话，像 E3看上去有点厉害。但是我可以像 C5 吧，像在我马 D6 吗？像 F4， 对，像 F4 马 E4， 哎，别走马 E4 吧，对吧？马 A6 跳上去吧，对，是不是啊？马 E4 守住 C7 就行了，我把这子还给你。对呀、啊，是吧？或者刚才我觉得在这儿时候为什么不走后 E5 呢？为什么不往中心走呢？全都 cover 住，象也走不了。你 F4 我再回来还是个将啊，对吧？对啊，我觉得应该准备一下，为啥这么快掉棋？哎呦呦 ，sorry， 像 B5 这步棋真是有点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感觉。我先居E1吧，先准备一步。对啊，居E1后E2都可以啊。对啊，然后你下步你不行，你再随时要E5，这个就生气了，有点，对吧？就不想好好玩了，就全都这一下了。我估计对方都在想我做错了什么。对，对方就想我做什么？对啊，这个有点太可笑了，对吧？对方可能有点懵，然后如果这个Ricky 在对局当中走得很快的话，对方有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我脱谱了还是怎么样，对吧？黑棋没有走任何坏棋啊，我觉得都很正常的招法呀。这直接被人气一下，然后输得莫名其妙。像 F4 马 E4 肯定是不对，马 C7 那不就把子还回去，那又说那白棋弃对了呗。对，然后白棋现在虽然少半子，但是后羿的通路兵太厉害了。对，主要而且黑王对黑王还不好。居E1象D5后D3象C5GF1， 哇，这也能赢啊！这样也能赢啊！马一吃，马吃，马吃，这个感觉是对的。就直接赶紧冲兵呗，就别走G1了。对啊，我觉得在这是不是直接 C4 呀 ？C4 对吧？是的。如果你要是进攻了，你就一直要找进攻的招法，除非你没有进攻的招法了，对吧？现在在这的时候，我觉得 Ricky 这个象都敢弃，这个兵不敢弃，是啥意思？象吃的话，居 C1 啊，我和这个兵相比，这条直线绝对是我要的。你要像 B5 的话，我就对不起你的后背，我吃掉，对吧？所以在这时候，刚才这个像 B5 气的这么凶 ，C4 不走的话，我觉得有点白玩啊，肯定应该走 C4， 下步居 C1 啊。G1 这步棋太浪费。对啊，你像 C4， 我一吃，你 D5 又不敢走，我吃着你。直接吃了，对。对吧？对。所以在这时候，对，肯定是 C4 啊。C4， 然后你一退，然后我就好冲啊，对吧？就赶紧。黑王看着太不安全。对啊，然后这个后D3准备走 C4， 我的天。对吧？这有你准备的，你看好吧？对方来了，那就别走G1，直接走后D3。
就是你哦，哦，你这个更厉害，哦，对吧？直接后都不要了。对，那 G 一上第五，我觉得 G 一可以啊 ，G 一没问题。然后你这次凶一点嘛 ，C 四啊，他少子了 ，C 四太厉害了。对啊，赶紧弄他王啊！然后他要是吃你的话，你就开线；他不吃你的话，然后你最起码后一兵可以给对方一些压力啊，对对吧？这个，肯定应该。然后 Ricky 也是这么想的 ，Ricky 也是想走 C 四，但是走了一步后 D 三太慢了，对方像 C 五。G 二或者像 G 三，我觉得这个车好不容易出去又回来，我的天，这就承认错误，这个思路太怪了，太怪了。然后对方也是有点懵，对方也是有点懵，从这边开始要进攻，这马都不出是吧？马在 B 八还在睡觉，然后 H 五就开始了，我这盘棋下的这是哎怎么了 ？C 四对局结束了，哎怎么了？这就赢了吗？赢了，显示是 Ricky 这盘棋赢了呀？那可能断线了吧？这期白棋也好了，然后我在 B 四 C 五冲下去了。嗯，对你好是不错，是不错，但是能不能赢这个问题 ？C 六呢？对啊，后 B 七后 C 六，这个能不能赢这个是？那我后 G 三。啊，后 G 三。对。那我就，哦 ，OK， 哦那我先不走后 B 六，我先跑象就完了，我先走到这儿呗。那我也后 G 三的。我吃你车。你吃我车，你要走这儿吧？吃你马呀。你走这儿，我试试看。我吃啊，你少半子啊，我再回去啊。C 七啊，像 C 七呢还有。你就又要洗洗睡了，又丢个子，对吧？但是就怎么 Ricky 死完 C 四，对方就赢了，这盘棋真是有点莫名其妙，我感觉，对吧？吓得我完全看不懂，对吧？但是赢了还不错啊，我们现在五比四。哇，我们领先。我今天没想到实力很接近啊。对啊，我们以为我们稳赢啊，我们还以为我们应该是。会蛮强的，对，结果看来对方也很厉害，五比四现在哦。但是今天 Chocolate Chip Lore 是连输两盘啊，哦，我还以为第二盘又输了，第二盘又输了，走得太快了。对，可能走太快了，但可能对方也比较厉害吧。对，然后前面的话，哎，我们今天现在唯一是领先哦，对，我们只输了两盘，就是都是 Chocolate Chip Lore 输的。Chocolate Chip Lore， 你现在在看直播吗？我要 take all your chocolate chip。对，今天的巧克力所有都要归我们。对啊，你半个月巧克力都不能吃了，我要把你的巧克力全都抢走了，对吧？哦，这个这输的有点两盘棋伤士气啊，对吧？团体赛的话不应该下这么快啊。但我们现在还是一分领先。还是一分领先，对吧？感谢 Neo， 哦 ，Neo 也赢了，嗯，对吧 ？Neo 第一盘也赢了，我们来看看 Neo 是怎么下的。Neo 第一盘黑棋，哎，对方是看来是丁立人的粉丝啊。哦，是啊。对，这个头像是。放的是这个丁立人的照片，啊，太酷了，啊，好，看来这个丁立人这棋下的好，在巴西也会有粉丝好多，啊，第四第五像 F4，啊，对方走了一个叫做 London System，啊，马 F6 马 F3 像 F5， 对吧？那么黑棋以暴制暴，黑棋说你先出象，那我也出象，对局当中 E3 E6 H3 马 D7 像 D3 像 G6， 这个都没什么好说的啊，都很自然，嗯，吃掉，哎，这个对方呀，对换好像，对对换好像走的不太对。啊，对，为什么要把兵？但是好像也 OK 吧？对，是 OK，嗯，但是这个叠兵的话，反而对这个黑棋更有利。哦，中心是白棋不应该，白棋不应该换，哦，白棋不应该换，白棋要不就应该等着，对，他来换你。虽然你会有叠兵，但是你会有半开放的线。直接马一五。哦，对，直接马一五也挺好的。直接马一五也很好，对，先堵住也很好。这个交换不对，因为 C D 吃完之后，这个兵形反而对黑棋来说更结实，一五格反而被 cover 住了。对，因为你伦敦，反正白棋总归是要走马一五的呀。对 ，C 四，然后黑棋可以随时 undouble。那还是 undouble 吧。对，可以随时解决自己的叠兵啊。但是现在也没事。G C 八，对局当中 G C 八，象吃 G 六 ，F 几，啊，哇，有点看不懂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走的话，我都不用换位了，我直接G5，说不定以后G5。对啊，这个车在这儿很好啊。王如果觉得不安全，可以往 F8 躲一步。对啊，对吧？这个车以后 H5 就出去。为什么 FG 呢？我不懂啊，而且以后人家买G5，这个王好难受啊。对啊，为什么要 FG 呢？这个他是不是觉得三角兵形比较酷？是不是？那也应该怎么着也应该是用那边兵。对啊，怎么应该 centralize 你的 pawn 啊？在你的小兵都可以连起来。对啊，为什么他走 FG 呢？嗯，看不懂，看不懂，看不太懂，嗯，他可能是不是觉得这个 HG 吃完这个以后 G 五格有点问题，对吧？有点像一个勺子，这个勺子兵形，但是对方跳进来的话，
正好有买一个。对啊，你随时可以换，这个问题不大的。对。而且你也不异位嘛，你的车在守着 H 线嘛。对。对吧？如果你要异位了的话，对方后放 H 4你有点压力，你又不异位，所以这个局面应该没什么问题。黑棋的话进攻应该蛮有机会的，如果这样子。对啊，这个 FG 走的天外飞仙啊，我没看过这东西。马吃后壁、哦，这个兵线后壁三有点散。马 B 六，黑棋兵线有点散。对，黑棋兵线有点散。后一期吃掉，吃掉。后 B 五打将，后 D 七啊，换到残局了。去 C 一，马 B 四 ，A 三，马 D 三。哇，这个就是，嗯，这个马没事儿吧？对呀、啊，我的第一反应也是，这个马不会被抓死吧？我在想，比如说对方守住 B 二之后，车D 一，对吧？他走车车 B 一，下步走这儿。但是我们车 C 二，对，我们正好差一步棋，正好差一步棋，我们。哎，但是不对啊，他抓你呢？抓不是马吃的吗？哦，然后再马第一啊、哦，不行。哦，不，马吃吃着车，不行不行，所以不行。对，但是你比如说我先走那个，我看看 B 四吧。先走 B 四，这个马还是出不去。但是人家是可以追 A 二。那这个兵给你了，我 B 三吧，不 B 四。B 三对 B 三。B 三，如果你抓我，我就走这儿嘛。你再吃的话，我 B 三在这儿。马 B 二哦，那就吊死。哎，等会儿，吃着 F 二呢。哦，那也不行。吃着 F 二，可以马 E 四跳过去。哇，这么巧吗？但是我可以走这儿啊，这个车呀。那就马 B 二了。哇，那这也太丑了。哦，下步车 B 一怎么？对吧？这两个车，这个车和这个马估计很 confuse。这车和这个马说：“我是谁？我在哪儿？”对吧？这两个格都不知道干嘛呢，对吧？怎么走进来的？我估计黑棋也会很纳闷啊。如果我要是在比赛里面看到有人走成这样，我就会觉得哇塞，我肯定要看好久。我就在想这个车这个马怎么过去的，怎么到这儿的，对，怎么到那里的，对吧？这个有点太搞笑了。所以马第三这个棋就是啊、好冒险、它太冒险了，我觉得恐怕是不行。车 B 一，人家走一走，你这个马是不是死在里面了？我可以 E 五吧 ，E 五哦，我 E 五我第一啊，这样正好开地线，你的网有问题。哦，这个意思。只是说我的马可以回来，但是黑棋这棋局面肯定不好。对对对，我把马第四有个铁点。对。对，所以马第三我觉得肯定不好，对吧？嗯。这个肯定不好。有点冒险。一百盘里面九十九盘这么下都是不好的。嗯。对吧？就是太就不符合其理。嗯。吃那吃肯定不对。哇，吃不对。吃不对，吃了的话。直接把线给人家。对，而且你两个车，刚才我们如果保留两个车，我们刚才忙活了半天才有可能抓死对方的马。嗯、如果你换掉一个车的话。那你就靠这一个车是抓不死对方的马的、嗯、B4 然后对方反而你又反而把自己的车走到了开放线，对，黑棋反而在开放线上，哇，这个反而黑棋好了，对吧？嗯，哦，这还换车呀，这个跟认输一样，车 E3 等于认输。哦，对，人家王上去直接把那个兵，对，是吧？这个车兵残局的话少一个兵还有和棋机会啊，王兵残局的话少一个兵基本上可以 resign 了。然后王 C6 对啊，这个太厉害了，对，王 C6 再回去，这个你又开始跳舞了已经啊，但是我觉得王 C4 可能会不会更好一点、对吧，对，你吃不行，吃了的话对方吃你，对吧、哦、对对，所以在这儿王 C6 也可以吧，但是我觉得王 C4 可能位置更好一点。 王C6 回去准备 B6 A5 之类的，对吧？王 C6 回去感觉不是特别好，应该是赢棋，还是赢棋，对吧？只要你能走 A5， 对，这边多一个兵肯定还是赢。这个王又在方形区里面了，对吧？一二三，一二三。我觉得这个巴西的大哥啊，不知道是大哥还是小老弟，这个是用着丁立人的，对，丁立人的粉丝啊，这个残局有点问题，对吧？这个残局完全是一些概念性的东西不太知道，中局还是挺有不杀力，但是一旦到了残局好像不太会下啊。现在哇，我们十一比六今天我们一共多少盘棋？我们是三十盘，谁先十五点五？对，十五台，谁先拿十五点五，谁就赢了。我们很快了，十五点五，我们还有四点五，四点五，那很快了。我们还有四点五就可以赢了。咱们第一台赢了，第一台赢了 ，Jonathan Han 那盘棋赢了，然后第二台也赢了，嗯、第三台赢了 ，Checkmate in 40也赢了，然后这个 D 十五这个是。Daniel 王 from Vancouver、okay. 啊，对，然后 first member 是这个 Daniel 徐、嗯、是 Ontario 的，然后这个什么 how to spell that how to better 99 OK 这个是对 K 奖对吧？第一盘和了，是我们哎，我们今天一共就两个小姑娘，一共就两个小姑娘 Hansi 和这个 Hansi 哦 Hansi 赢了对吧？我们可以看看 Hansi 的对局啊，看看 Hansi 怎么赢的，对手的分比他还高呢，
哦，对、嗯，是吧？哎，对手好像也是个小姑娘，也是个巴西小姑娘。哇，那 Hensi 很棒哦。对，而且看上去年纪还挺大的小姑娘，至少有12岁往上吧。看照片啊。对，看着还照片很专业。对。对吧，这个 pose 摆的也挺专业的啊。E4 C6 看看 Hansi 怎么下的。第三啊，这个对方没有主变。第五，然后马 D2 E5 马 F3 然后像 D6 对方 G3 D4 这个 D4 走的有点急。对吧，对，不应该这么早 commit 你的 pawn structure， 对吧，不应该那么早就固定你的兵型了，因为你可以随时走，他也不敢吃你，他一吃你，你吃上去，他一吃你等于说 C6 吃上去等于 E4 换 C6 嘛，对我们没有问题。对啊，马 F6 啊，先僵持。看看他对方怎么走嘛，对吧？走这个有点太着急了。马 C4 象 E6，、啊、哦，这是一个 trap， this is a trap， 象 E6 是 trap。第六兵，我觉得象 E6 是好棋啊，因为肯定是如果对方马 E5 的话，象 E5， 然后马 E5 后 A5， this is a trap。哦，这样对，就可以抽了。但是我就正常换你象了。你换我象，那我已经走了第四了，我这个象我就不要了吧？不要了，对吧？马第六，后第六，因为局面封闭嘛，有象不一定是好事儿，嗯，对吧？所以这个局面我觉得可以，象一六是好棋。但是我很惊讶的是，马 C5 之后他没吃啊 ，Hansi， 象E5在后 A5 不是多子了吗？对呀。或者先换完之后再后 A5。对啊，象E5马E5后 A5 不就多子了吗？对啊。对吧？一将就抽掉了。哦 ，sorry， 一将不就抽掉了，多子了吗 ？Hansi 啊，这个战术做的还不够啊，对吧？这样的话，虽然这盘棋赢了，但是这样的话可以直接都多子了。那可能是这幸福来的太突然了。对啊，可能是。相信。F6肯定是不对啊。对，这时候就是再看一下嘛。对，应该再看一下，是不是啊？哇，这个有点可惜啊，对不对？嗯、这个 F6 走的不对，马，嗯、马D4。等会儿，这第四是这个兵啊，这个巴西的小姑娘有点太欺负人了吧，对吧？我们本来就没走象E5后 A5将你，然后吃这儿，然后你这个还不但不跑，哎、反而又吃这个，他可能是觉得吃这儿，然后吃这个E6，他可能是觉得这么想的。但是现在我后 A5 一将，后吃E5的话全守住了呀，还吃着你第四。太凶了，像 A2， 哇塞，这盘棋这什么情况？这干嘛呢？这两个小朋友看不懂了。对啊，肯定应该后 A5 啊，打将还是要多子赢啊。不，哦 ，OK。后 A5 就赢了吧？对啊。你怎么办？像第二？哦不，你可以 C3， 你可以 C3。我吃这儿的话，你可以 F4， 正好我后没有地方去，你可以吃E6。我刚才看到有一个小朋友用你的。实时的头像，用我实时的头像。对，但是我就觉得这盘棋下的就太怪了吧，是吧？或者在这儿，那不走后 A5， 后 A5 不行，那走这儿吧，走这儿也赢了呀。C3 我可以后 D4 呀，这么妙，还真是，对吧？马 C6，你吃不了我后，你吃我这儿，我吃这儿，你可以后 H5 倒是。哦不，你马 F3。马 F3。那我。我像 C3、哦、对，像 C3 了，哎，对啊，像 C3 呀，像 C3 BC、哦、后 C3， 可能我会多兵吧，多一个兵吧，好像，嗯，哦，也没多兵，平兵，最后还是平兵，没平兵啊，六个对六个，没多兵，没多兵，哦，哇塞，那这怎么看也不能像 A2 吧，这个走的有点怪啊，像 A2 是要干嘛？哇塞，这个一将，对吧 ？F6 走完之后，这条斜线有问题，那是棋黑棋不是快输了吗？感觉 G6 没有 G6 又是个陷阱，马 G6 我像 F7 可以回来。就这么下的，哇，这被吊死了，哦、这样，对吧？这盘棋就搞笑了，对吧？这个巴西的小姑娘就靠俩马带个后 ，Hansi 就靠俩象，这个我觉得你们可以是不是有没有不知道巴西用不用微信？有微信你们可以加个微信当个好友，是不是啊？这太有缘了，对方就两个马跳来跳去，Hansi 呢就两个象走来走去，这个就下的，但是好玩是好玩，但是从这个棋的角度上来说，这盘棋下的实在是对局质量太低了。对吧？然后 HG 然后吃掉了，就烧子了，对吧？所以这个 pose 摆的好，看上去很专业，但是这个棋下的实在是就二把刀，我觉得太奇怪了，太奇怪了。然后 Hansi 在这儿后第七多子就对子，但是像 B4 一将不是又可以多一个兵吗？对方 C3 的话、okay. 可以吃这儿哦，但是他可能担心对方后 C8， 再后 D8， 对，后 B7 没那么简单可能。哦、对，那 Hansi 的招法是对的，这个时候是对的。对吧，多子了就换子就完了啊，对方不换多子了，这个棋后面我们觉得没什么必要看了、嗯、后面就赢了。但是 Hansi 这个开局走的实在是不是特别好，对方追上几分啊？追上了2分吧，11比6，我这边是11比6。哦，
11-7吗？现在应该哦，十一十二比七，十二比七，十二比七，我们还差0.5，哦，还差3.5，对，我们还差3.5就赢了，然后看看，那看来还是我们比较厉害，对，还是我们比较厉害，看一看还有谁的对决啊？前几台应该优势特别大，对，前几台还是哦 ，Ricky 第二盘输了 ，Ricky 第二盘输了，然后我们的那个对，看一看 Percy 赢了，嗯，哦，不错不错 ，Percy 是。赢了对方的1400分的，看看怎么下啊 ？Percy 白棋第四马 F 六 ，C 四 G 六，马 C 三，第五，对方走了这个 Greenfield，C 吃第五，马吃第五 ，E 四是主变，吃掉，对方 C 五马 F 三，象 G 七，象 E 三，后 A 五，后 D 二，哇，都是普招，不错啊。然后对方短一位，然后象 C 四，哎，我发现我现在是乌鸦嘴，我只要是刚一说，然后马上就肯定不对啊！刚才 Ricky 那盘棋，我说哎 ，Ricky 一般下的挺稳的，嘣，结果来个棋子，然后我在这的时候说这个 Percy 啊都是普招啊，下的不错，结果嘣，然后就脱谱了。象 C 四不是好棋，这个时候Percy 的想法是赶紧出象，然后赶紧易位，但是其实啊，在这个局面当中，白棋呢应该赶紧建立起自己非常坚固的这个中心啊。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应该走车 C 一，第一呢是把自己的车呢离开对方的象的斜线，第二呢就是保护住自己的 C 三兵，支持自己的 C 三兵啊。所以车 C 一是不错的，或者在这儿还有人愿意走车 B 一，准备车 B 五，反正也是离开这条斜线。对吧？所以无论车 C1 或者车 B1 都是挺好的。这个象啊，不一定要放到 C4 去，因为你放到 C4 的话，以后对方在 CD CD 交换之后，随时可以利用你的这条直线上的象的问题。包括这个象在这儿其实也没瞄到什么东西嘛，对吧？对方随时象 G4 威胁一下你，你这个局面没有那么舒服，对吧？所以在这儿说象 C4 不太好，应该走车 C1 啊。但是 Percy 走了象 C4， 对方马 C6 可以车 C1， 哦，差一步棋。对方象 G 四，第五，象 F 三 ，G F， 对，所以我说象放，对，这个是普招，这个没关系，但是我说你象放一二不更好吗？对吧？等于说你放 C 四还得浪费一步棋，后一二有点怪，这个时候应该象一二退回去，象隔两个格控制马，随时还可以，对啊 ，F 四或者 C 四来对后，这个局面还不错，嗯，对吧？这个局面还不错，你的中心很强，双象不怕兵行乱，后一二的话不好，你的兵行又不好，然后没有双象的话。就会很苦恼吧这个局面，然后对局当中走了车到 C8 F4 马吃后吃冲 B5 后 B3 对方 A6 A6 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对啊 A6 是肯定应该走 C4 吧，对啊，是不是啊，继续的占领这个后 C2 了，因为首先我的是黑格象嘛，把兵都放白格嘛，嗯，对吧，这样我觉得肯定更好嘛，然后你如果比如说你后 B2 然后哎等这是什么 B4 啊 ？B4 后 B4。后 B4 去，哦 ，OK。然后我在这儿的时候，我想走什么？我现在没有，我现在没有这个直接的进攻，但是我这个局面也是挺不错的吧？我比如说我走这儿吧，车 E8，然后下步准备走 E6，因为我要是直接走 E6 的话，你一吃我兵行可能没那么好看，对吧？然后你可能 E5 把我封住啊，所以我在这儿的时候可以走车 B 吧。车 B8 准备冲 B4。下步就是要冲 B4。也挺好的，也不错。A3 啊，哇，那也太丑了，对吧？然后，那你再走这儿，或者是在这儿的时候，感觉上车 D8 也挺不错的，先占住线嘛，对吧？挺不错，而且不让对方 E5 掉住这儿，所以各种方法都可以啊。但是他没走 C4， 让我挺奇怪的。A6 不太好，车 G1 Percy 想进攻对方的王。对方 B 四，哇 ，bad bad move， 怎么能走 B 四呢 ？B 四怎么了？这个 B 四就是不是你的黑格，你的象是黑格象啊，然后你怎么能够把兵都放黑格？然后想就是就利用一下 C 线。不好，对方肯定不吃你啊 ！C 四一走，然后下步 E 五把你关掉，肯定应该 C 四，对吧？这个兵没走好啊 ，B 四 C 四 Percy 中心又强了，然后 F 五，我觉得 E 五更好。对不对？我觉得 E 五更好 ，F 五肯定不好 ，F 五想攻王，对啊，把人放进来了，攻王是对的，有中心是应该攻王，但是你太急了 ，Percy 太急了，对吧？感觉上应该是走 E 五，然后把你的后调过来，这个兵可以冲一冲，对吧？这样比较好啊，这个计划。然后直接 F 五的话，人家不能掏你吗？对啊，王 F 一将，为什么不走王一二？王 E 一将啊，对啊，我刚才说为什么不走王一二，把王放黑放白，哦，气子了，气子了。Percy 也是挺猛的，这时候可以气啊，我觉得。
但是我不觉得，而且你不弃的话多难受啊！那棋，我不觉得这个棋白棋好，白棋现在已经不是特别好了，我觉得。对，现在少子嘛，肯定不会好。后 F 三，后 E 五，看看 Percy 后来怎么进攻对方啊 ？E 六，吃 F 六，对方 E 六走的莫名其妙。对啊，你干嘛把？对啊，车 B 七吧，下步车 B 八，是不是啊？车 B 二过去逃对，对啊，太急了，对方这个走的几步错棋全是走兵的。吃 F6 后 G3 对后 Percy 也挺尖尖的意思就是挺聪明对吧，就是在这一看哦通路连兵，所以赶紧去对后啊，因为通路连兵的话就已经够了对吧，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后 C7 马上就赢了呢？怎么赢哦，哎等一下，哎赢了呀，后 C 绝杀哦 sorry 哦我看错行了我今天有点晕啊，我以为后 G7 是杀王了，忘了这个兵在一路，今天就有点晕、对后 G3 那对的那对的，哎，但是也不对，后 G3 是后 E4 不跟你换，后 E4 不是吃了？那你要对后后 F4 吧，是吧？你要对后后 F4 吧？后 C， 哦对 ，OK， 对不对？后 G3 肯定不对，人家吃你后 F4， 那你浪费棋啊？对啊。将，哇塞，这怎么赢的？对啊，这怎么赢？哦，这能赢！天哪，王第一，后 A2。那等会儿 GB8 不行吧？啊 ，GB8 不行。哇，正好能守住，他还挺。这胆儿等会我守的挺好 ，GB 八好棋 ，GB 八然后干嘛呢？你吃不了我兵，对吧？那我下步我不吃你兵啊，我去变后。你走。我你现在能将死我吗？一七吗？我一七或者是第六，我还没想好走哪一个。我先走一七，你往 F 七守住了，我先第六吧。哎，等会儿我又没有G C 一的棋。嗯 ，OK。然后后第三。哇，厉害厉害厉害。哇，但是其实也不一定哦。这个肯定不 ，GB 一又赢了。正好慢一步棋是吧？对，正好慢一步棋。哇，所以呢，我是不是应该先走一七？你走这儿，我是不是应该先一七？但你王 F 七又过来。不是，那我还是走 G C 一啊。你现在要 G C 一不行吗 ？G C 一后吃啊。后吃，那我不是还将，然后我走这儿啊。哦哦，对 ，OK。但是还是你好，你比如说回来再把这个抓死。对吧？肯定是哦，对，那我肯定是黑棋好，那我都没少子啊。对啊，而且你还攻我的王，肯定是黑棋好。但是他应该这个再加一个进攻子力，吃这个不对。E 七，居 E 八后 F 六。哇，这盘棋好激烈啊！对吧？好激烈，哦 okay、好乱啊！啊、哦，哇 ，Percy 最后还是技高一筹啊，对方认输了。哦，抽掉了，抽掉了。后 E 五，因为如果你走这儿，我变后直接将死了嘛， 对吧？你只能王 H 七、哦，然后一抽把这个抽掉了。哦，那这肯定赢。对，那肯定赢了。哇，这盘哇这盘棋太激烈了，但是双方都有一些错招，但总体来说还是 Percy 驾驭复杂能力也比对方要高一点啊。很有内容的一盘棋。现在13.5比，还差两分，差两分，加油啊！哦，我觉得我好喜欢他们那个图标啊。他们的图标看着像一个印第安人，我觉得你看他那个、这个、那个头发那个羽毛。谁的图标？就是巴西的那个他们俱乐部的图标。哦、okay, 那亚马逊人不是印第安人，巴西不是有那个亚马逊雨林吗？对啊。这个是那如果说是亚马逊，他们原住民不就是印第安？原住他是叫印第安吗？我记得是。美洲才叫印第安吗？哦、okay ，他们是叫什么？叫亚马逊人？我也不知道。对，但你看他那个图标就是那个。他们那个土著民的那个、哦、那个特别酷，对、好酷。好，然后看看 ，OK， 啊、，Odyssey 赢了，所以我们现在是14.5比 7.5， 哇，还有一盘，再来一盘就赢喽，看看这盘胜利会属于谁啊？哦，我们前几台真是太牛了，赢赢赢全是赢，对啊，对吧 ？OK， 都是赢。后面今天啊，就 Chocolate Chip Lord 觉得半个月是不能吃 Chocolate 了，对吧？半个月不能吃巧克力的，这个这一上来输两盘，但是我们后面还扳回来了，还是挺不错的，对吧？行，我们抓紧时间，赶紧看看其他人的对局。Odyssey 赢了吗 ？Odyssey 第二盘赢了，第一盘输。那就看赢的。好，看看这盘棋 Odyssey 怎么赢的啊 ？Odyssey 黑棋走的是 Sicilian。哎，但是我怎么把棋盘转过来？现在转不来了，我们就知道，就知道它是黑棋就行了。Odyssey 是黑棋。对，对方这个马 C 六走的不对啊，帮助我们出子应该简单马 C 三，对吧？马 C 六 B C 的话，这个中心巨兵对于白棋来说当然更好。E 五哇，又来了 ，Hansi 应该对这个局面有发言权，对吧？怎么这巴西人都看不见后 A 五呢？对，那以后大家小朋友们都要注意一下这条斜线，对啊，就很可能就有东西可以吃，对啊，是不是？这个太舒服了。
你看今天这频率也太高了，太高了，都没看见，马第五也没看见，对吧 ？Odyssey 和 Hansi 两个小宝宝都没看见这个后 A 五，一个是抽马，一个是抽兵啊。后 A 五的话，一将把兵抽了，先白多一个呀。对，只要对方那个一五兵，然后或者有个子在那里，就这条斜线经常会有问题。对啊，这一将就赢了。经常要看一下有没有可以吃的东西。对啊，所以后 A 五先看马第五这个走的不太对啊 ，E 六。哦 ，Hansi has a draw。Hansi has a draw。那我还剩半分了。还剩半分，后第二、第六、第六，我觉得走的也不太对，因为兵行倒还好吧。哦，我们已经赢了。已经赢了吗？十五，没有吧？还有半分啊。已经赢了。已经赢了。对。来，我们正在看这个 Odyssey 这盘棋啊，下的不错，没什么毛病哦。OK， 啊，这步后 F2 走的太厉害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这儿走这步，象一二太坏了，肯定应该走这儿嘛，对吧？但是我试着猜一下，为什么这个白棋要走象一二？他可能想走象 H5， 但是这是一个典型的错误，就是光想自己的棋，嗯，没有想对方的。他光想他象一二，象 H5 了，结果 Odyssey 后 F2 一放。两个象必丢一个，哦，对吧？哇，太厉害了！所以他光想着进攻，没想防守这个白棋。但是现在还是应该走象 H5， 硬着头皮也得走。吃，然后象 F7， 用 F7 HG， 这样的话少半子嘛。虽然还是输，但是少半子。然后在这的时候，对局直接吃吃，那你两个象必丢其一，就少一个子。哦，对吧？如果要是有损失的话，那你要把自己的损失降到最小。哦，我们已经赢了，十五点五比零点五，对了，十五点五比多少？八点五，已经赢了。谁是给我们带来第十五分的？第赢了？好像和了一盘啊、嗯，哦，可能 Hansi 和完之后就对，哦，或者就是 Johnson， 然后第一盘和。嗯，现在的话，我们来看一看还有几盘棋。JJ Han got a draw， so got 15.5。Yeah， cool。我们看看这个来自美国的小朋友，这个 Eric 房的对局啊，看看下的怎么样了。哪一盘棋是 Eric？ 这是 Neil， 这是之前赢的那一盘。你是不是要点开？这儿呢。哦、OK。黑棋怎么样现在？哇，这个棋危险呀！这个棋要输啊。没下完。没下完，这第二盘，这第二盘。但是虽然已经不影响结果了，但是 Eric 这个棋要输了。嗯，应该是要输。对方还有两分钟，这个时候后 C7 一对后不就是赢了吗？因为现在 Eric 唯一哦 G3 也赢了 ，Eric 唯一可以寄希望的就是后哦，就是这条斜线，对吧？后 A 偷杀。对啊，然后你 ，Sorry，、哦 okay、挡住你。啊、结束。Okay, 好吧。但是你还可以再偷杀，偷偷摸摸的，对吧？偷偷摸摸过去偷鸡蛋，但是对，人家把你挡住，对吧？这个就是偷鸡蛋，这个是肯定是不行的，对吧？靠偷肯定不行。王继七，但是也只能够偷两下，不偷两下更输，对吧？看看艾瑞克能不能偷鸡蛋成功。后 A 八，对方 B 七不让偷，然后后 A 七啊，果然就是这么下，没办法了 ，GB 六。太惨了，对吧 ？OK， 然后对方 GB6， 对吧？你这偷鸡蛋偷两下，然后人家挡两下，完了结束了。然后 G12 再去偷，准备吃这儿，但这个也没办法了。哦哦 ，OK， 又是一个偷鸡蛋。艾瑞克走的不错，不能变后， okay， 变后能把这个吃了。你要敢变后的话，人家吃这儿。Okay。 对，这是一个牵制，是一个牵制战术，但是也完蛋了这个棋。后第四将一军就输了，一将守住 F2， 下步变后挡不住了。对吧？看看走了没？哦，果然后第四，王 H 七 B 八结束了，对吧？结束了，鸡蛋没投成啊，但是也已经不影响结果了，对吧？哦，这盘棋输了，笑得眼泪都出来。嗯 ，OK， 艾瑞克这盘输了，来找找这个输棋的原因吧，咱们对吧？看一下这个他输在哪儿了啊？这个艾瑞克防小朋友。G 六其实比较少啊，正常的话一般都是象 G 四飞出去啊 ，G 六象 E 三象 G 七，前面开局问题倒是不是很大啊，然后 E 五这个冲兵其实不是特别好，我不太喜欢这个冲兵啊，因为这个冲兵冲完之后会让自己的第四
出现一些问题啊，所以这个 Eric 还是应该看一看这个 Car Count 的这个 Exchange Variation 究竟应该怎么下啊，他走的有点问题。对局后第六马 F3 这个局面就差了，然后居第一后 F4 马D4后G4马 B5 A 哎等一下哦没事没事 A6 象吃 E4 D 吃 E4 马 D6 哦少个兵，这盘棋没走出什么机会对吧，这盘棋没走出什么机会，这个 Eric 房小朋友应该建议他这个 Car Count Exchange Variation 好好再练一练啊！你怎么从镜头外边出去了，你看回到镜头里面，我眼睛好像、哦、你眼睛回到眼睛OK 那现在就我自己了哈哈哈哈，就剩我自己了。嗯，都下完了吗，还有几盘，还有几盘没下，还有这个 First Member、啊、Daniel 徐 Antara 的棋手第二盘还没下完，看看哦，对的是一个是什么，对一个叔叔，看看棋怎么样，多子了要赢对吧，这个棋肯定要赢了，对方这个王一也痛苦，后一也痛苦，B2兵也动不了了，现在丹尼尔这个时间也优势，六分钟对三十秒，这个时候可以哎很悠闲的喝杯咖啡对吧，然后站起来活动活动，但是该你走棋了你也不能站起来啊，就是放轻松一点，然后只要不 blunder 不给对方反击那你肯定就赢了对吧，如果 FB1 向第三，对方得马上走，对方神经高度紧张，因为他不紧张的话马上就要丢子了，马上就要超时了， C3 就赢了对吧，所以这个 Daniel 还是很稳啊，这个局面不慌不忙一点都不着急，因为肯定赢了嘛，走走 C3 就行了， B2 兵也吃掉啊，嗯，这么稳还不走，因为没问题就应该走了吧，但是他可能在 enjoy 他的 winning position 啊，对吧，这个棋下太舒服了，对他也肯定赢了 dominating C3， 那这盘棋就是最后一盘了吧，还哦16比11还有吧，17比11 17比11、18比11还有两盘，还有一盘在哪儿啊， first member 这一盘哦，还有这个 checkmate in 40， 这个是航航邓航对吧，我们可以看一眼啊，也是美国的小朋友，我们是黑棋哦，这盘棋是对这个一个 national master 对方的台柱子，哇这个棋搞笑啊，这个棋怎么对方把后和车杀进来，正好还没事，正好没事，这个王说哎呀吓死我了但是一点事儿都没有，马上后马上要吃，哇反而这个车就开得太开进死胡同里去了对吧，就可能很多加拿大小朋友不知道啥叫死胡同，死胡同就是 dead end 对吧，对对对 对, 对吧，这个车就开到 dead end 里面了，动不了了，这坏了对吧，这个车被这个王蹦一屁股坐死了，我记得有一年甲级联赛我也是，我跟一个中国特级大师，然后他已经快赢了，但是他就 GH8 抠了我一下，然后结果这个车被我的王一屁股坐住出不来了，等会儿我现在有没有马一四，马一四啊，马一四怎么了、啊、马一四我就吃你呗，你马一四我吃呗，那我后哦哦等一下哦，你这样教我哦，哎、哦、等一下没事，王 F6 哇塞都开到死胡同，对都是这进攻走的这个用力过猛，这个我们说用力过猛对吧，就是强弩之末不能穿什么来着，强弩之末不能穿强扭的瓜不甜有文化有文化，厉害厉害厉害，后 F3 啊、对拉不甜这个真是绝了，对哦，这个他走的不错，时间紧张的情况下后 F3 对吧，守住哎等会儿我在说什么，这个不是吃着哦，但是他现在吃这儿哦，他吃车他、okay、对，那先将一军不就好了，先将一军王 G2 再吃这个那也不行啊，这个小片片啊你一吃他吃马把你王将死了、啊、一锅带走，还有这样起对啊，这个小偷偷嘛，又是小偷偷加小片片后 F3 是不是已经输了，没下完呢，没下完哦，对方这步棋想了两分五十四秒，两分五十四秒憋了一个大招、啊、后 F3 这步棋还不错，我 H6 人家吃你车呢，嗯，你吃我再吃你，不这个时候肯定黑棋有机会，但是就咱们别光笑，要给他出一点建设性的意见，王 G2 然后怎么办，我、哦、后 G5 就赢了，后 G5 就赢了，简单简单，后 E2 王 H8 直接就赢了对吧，这个赢了、这个车真是走的有点太搞笑了对吧，杀到，但是我也自己我也不能说搞笑，我黑棋有一次在中国甲级联赛也赢过一盘这样的对局，对方就是 GH8 然后杀的太猛，用力过猛对吧，对，但
对，好像经常会有这种嘛，就比如说王和王和那个车和后，然后在对方的底线，嗯，就有将没赢了，然后正好自己王成哇，这盘棋邓航要赢了的话，就零封对方的 National Master， 哇，厉害，2-0零封对方，这个巴西大哥也特别逗啊。这个是也是对方的那个组织者，然后给我发邮件，哦、对，就是这个、哦、okay, 这个特别外表看着非常憨厚的大叔，然后特别发了那个巴西式的英语，说那个我想想怎么说的啊，他给我发那个邮件，然后说 Hello my friend, how are you? Are you okay? 特别逗，特别热情，对，我觉得隔着屏幕都能看，感觉热情似火，在跳着桑巴，对，特别热情，热情似火的巴西大哥啊，但是今天两盘棋下完之后，应该有点怀疑人生啊。被我们的这个航航零封 A4 啊，哦 OK A4 这个没啥意思了吧，对吧，王G7先都 consolidate、嗯、A5 的话就简单 E4 然后把这个一吃、哦 okay、A5 走不走、啊、E4 对吧，赶紧或者怎么走都赢了，不一定非哦 E4 走了、嗯、E4 第一后 A5 简单就赢了， A6 的话 后D5 好棋，后D5对方第一哦，马吃呗，没事，但你小心，我觉得在这的时候，哎，你兵出我后 B 五吧，哎，等，我看一下怎么回事啊，哦，最早最简单后 B 五就赢了，哦，因为吊住你 A 七，然后哎，看看，哥们儿很阴险的，后 B 七先守住这儿，对吧？然后又有闪击，对不对？没办法了，这个小骗招又开始了，你走这儿，然后我一吃将军，对方往走开，然后回去。我回去也可以先一屁股坐死，对对对，就是后卫吧，或者我直接第二也赢了，对吧？这个时候就怎么可以炫技了，怎么样都赢了，对吧？异地吃了，后吃后第五，哦，他走的最简单，对吧？哦、看来航航是成为特级大师的潜力啊，走得很稳，对吧？嗯、简单就让对方认输了，对，这个就很稳。然后这盘棋赢完之后，18-11，哎，那不对啊，应该我们为什么是18-11呢？还有一盘。哦，对，那应该还有一盘没下完啊。那个 checkmate 40，就我们看的就是 checkmate 40。那我们是不是数错了？我看一下啊，1、2、3、4、5、6、7、8、9、10、11、12、13、14、15，没错呀，一共30盘棋啊。哦，他更新慢了，对对对，18-11，这盘棋赢了19-11，那肯定赢了。对吧？这个巴西大哥。其实今天感觉就是双方实力还蛮接近的。我觉得对方这个，因为我们上一周跟南非下嘛，这一周跟巴西下，我觉得每一个地方他们的这个下棋的风格都不太一样。这个比赛就这次的对抗赛就感觉对方就明显是有这种巴西热带雨林风格啊，比较横冲直撞。对，就感觉好像，棋盘上子力多的时候，他们下的还好一点啊。一旦子力清楚了，定势不是特别清楚。哦，我还真。没有印象跟巴西人下过棋，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风格。我也没跟巴西人下过，我就觉得好像很神秘的一个。但是我17年，哎，我17年？17年去乌拉圭的时候，然后那个当时是在那边参加了一个就是 field trainer 的 ceremony，不是 ceremony， 是叫什么？叫那个。啊，对，就是一个国际棋联教练员的一个培训，然后当时培训我们的一个讲师，然后是一个巴西的特级大师。嗯。哎，突然我发现这个棋能不能赢啊？应该能赢啊！王E7，王F7，就等三角等招呗。对啊，你马有等招啊。对方提和了。啊。哎，这个棋好像赢起来有点难度啊。进去啊。好像有点难度，不太好赢啊。我和了，和了，哇！等一下，看一下，怎么回事？这个棋哦，虽然我们赢了，但是我们看看这个航航这个棋最后怎么是给对方一个面子吗？跟这个热情似火的巴西大哥下成了和棋，但我觉得这个局面下成这样好像是有点难赢啊。前面的时候走成这样，比如说你的王要怎么进去啊？对，哎，那我放到G6，你怎么走？比如说走这儿。哦，对吧？那他人家王 F 五，王 F 五，反正等你。对啊，这样放到 G 六就赢了吧？现在的话就是你的王怎么进去？对啊，然后你走什么马？但是我这个兵，你的马腿太短了。如果这是一个象，肯定赢了，一个白格象肯定赢了，对吧？现在的话，那你现在走什么呀？你走王 E 四啊，还是王？没，我可以走的很多呀，我走步 H 四也可以啊。那我就你再等我是吧？对。哎，那我把兵换光不就合了吗？是个和棋。哎，等会儿我换掉 H5。我教你。OK， 那
是个和棋，但是航航这个多子是走的不太对啊。刚才我们还说他走的比较稳，然后突然发现突然赢不了了。中间哪里有问题？对，前面可能没走对，这个兵形可能没走好。对 ，G 五 F 五吧，你就不要避免兑换了。哇塞，这个局面好像不太对啊。狼 D 六，走 F 五，哦，G 四，先走 F 五。不，你先走 F 五，现在不行，差着棋，对方一抓你。哦，说不定你只能走这儿，但是等一下啊，你只能走这儿，然后对方王 C 六，也没事，你可以等他，哎、等一下，他钻进来，你把他关在里面，然后他没等着，你让他把走等着走进，需要一个计算。这棋，我觉得黑棋好危险啊。黑棋怎么会危险？黑棋大不了就和棋呗，黑棋不会、哦、不会有危险。哦 okay, 哦、OK， 比如说你走这儿，我走这儿，哦、你走这儿。哎呦，我的王在这儿，我的王最好在 C7， 就是因为你变后的话，我可以去。你变后的话，我可以去，正好有一步先手嘛。现在的话走成这样，我不能吃一吃和了，但是走这儿，你的兵更快，对吧？对呀，我也变。双方同时变后，如果我的王在 C7， 我就赢了。因为要不的话，你正好一将。这棋会不会也是和棋？这个棋啊，我这棋会不会是？这个不会是赢棋、哦。不行不行，这个肯定不会是赢棋。这还有个兵呢。对，所以。后面我觉得他没必要把棋下成这样吧，好好这个棋可能，对，所以这个马是最怕边兵，对吧？马是最怕边兵的。那在这儿的时候别对后吧，是不是啊？对了后之后反而赢得没那么轻松，对吧？所以刚才我的这个比较还是后 B 五嘛，对吧？我刚才说走这儿，我的比较狡猾的招法，这个马最怕边兵，而且你的王又赶不了，这个边兵很高，后 B 五最简单了，就把要留后。不是那么简单，可能航航在这个局面当中就觉得先把后换掉怎么都赢了，但是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后 A5 先阴对方一下，对方只能走这儿，然后我们再走这儿就赢了、嗯、对吧？对方第一的话不要吃他意思，吃他 A7， 对吧、嗯、然后你要是走别的地方或者后 A2， 刚才我们说的对吧，然后你一吃这样的话就要赢了，一走然后比如说后 A8 最稳的、嗯、对吧，如果第二也赢了、嗯、对吧，这个就赢得比较好、嗯、所以这个局面正好，哎，挺有价值的，我觉得，对吧？虽然最后结果是下和了，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可以都学到一课啊、嗯。因为换成这个局面的话，正好换后啊，形成一个马，对方的兵在 A7， 正好对方的王出来，有点难受，对不对？有点不太好赢的感觉。走，然后对方 G4， 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走对的话，我还是觉得应该是个赢棋。G5， 比如说现在 F6 吧，我先不要这么。G5 的话，让您王这样钻进来了，是不是？对啊，我走 F6 就先保证我自己没有对方 F4， 比如说嗯，那我往 C6 呢，或者你马 A5， 你总会有怎么着、哦、对对对，我就 马A8 然后你怎么办，你是我就不跟我跟你避免对换呢，那我比如说走这儿，走这儿，或者我就走 H4 吧，我也等你，那我再等你，我不 我走马吧，哦、oh, ，OK， 你的等招比我多。对，那我比如说走不这，看你怎么动了、啊，让你这样绕进去啊？你我先不用，我先走马。还走？那我就来回走王了、啊。对啊，那不行，那我还得上去。上王，然后我走这儿，你一动王，我就开始动你的兵。对，主要是，哎，那我走 F5。你可以吃倒是 F5， 我王 E5 进来呢。那我进去。你别输了，哦塞，让我进去。嗯，输得了吗？这棋？危险，这个局面我觉得你危险。所以在这的时候，王 C5 G5 吃，那他吃掉还不一定呢，他 F5 至少我觉得不好输。对啊，那我只能吃你了。对，应该是个和棋。这棋黑棋还反而有点难受。对，是个和棋。看一下，嗯，这个马在边线，真是还有点问题，对吧？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王 D6， 然后对方 G4， 然后他实战当中走的是 G5。G5 我觉得肯定是不对， G5 的话让你王一四王 F5 钻进来了， G5 感觉不太对，对，应该别让兵形表态，我觉得 F6 还可以考验对方一下，然后我们说刚才对方 F4， 嗯，四五，比如说像、啊、王一六不行，王 C6 赶紧抓死这个兵呢，对方 G5 要给自己的兵开线，哎，对，我可以 F5， 对 F5 我王肯定要钻进去，先走一步王 B7， 然后我再走进来，然后我马到哎马 D5， 哦对对对对对、啊、这期对，嗯，那还得用王过来用。王 E5 的话呢？马 E3。等。
马基二、哦、对吧，王 F6 马基二，这个拼命拼不过，这一吃就赢。对，那这个棋的黑棋只有一种变化能赢，就是你要先守住对方的王，不让他的王进去，然后你正好打个时间差，让自己的王呢赶紧去抓这个兵，不要吃这个兵，就是先守住，不让他 A8 先守住，然后赶紧走马，然后把王对先守住这个兵，然后赶紧动马，赶紧把马调到位置上，然后比如说他王进七，然后你马上吃掉，然后这个时候马已经守住兵了，再赶紧把这个兵消灭，然后去帮忙。对，这样的话是唯一的一个赢棋。对，因为我感觉就是你如果兵型固定成这样的话，那他王要来吃你最那个根上的那个兵，就得很远。对，然后这样你就有机会，然后去把那个兵给抓住。对，所以应该 F6 对吧 ？F6 G5 的话，行行在这个局面当中走了 G5， 这样的话就让人家王钻进去了，对吧？对，你的王就再也走不开了，因为人家两下就吃你兵了。对，王 E6， 然后 F4。吃又可能不对吧，你不吃也不好。 F6 吧，我觉得 F6 啊，稳一稳啊。那现在你王就走不了了。为什么呀？我们再来看看刚才。那我 F5 呢，比如说。你 F5 啊，我走这儿。走。不，你不要 F5 吧， F5 你进不来了，这你王怎么进？我这个兵守着 F6、哦、这个马守着 D5、哦、你进不来了。对对对，所以你只能吃我。F6 一走你只能吃我，一吃然后王 D4 王 D6， 比如说王 E4、嗯、对吧、啊、人家更快了，你王 C6、这个、对，人家就可以更快的吃你的兵了，你再跳马没用了。 对， 对吧，所以肯定 G5 是坏棋， G5、嗯、不走 G5 这个局面还有可能赢。对，但是走了 G5 的话肯定就赢不了了、嗯、对方的王离你的兵太近了，你给对方一个 F5 格。对对对，然后这样的话就赢不了了、嗯、对局当中，对局当中 F4 然后行行直接吃掉，这个局面和了。哇，这个局面赢不了。嗯，这棋不好，没法赢。对，这个马是最怕边兵的、嗯、尤其是冲到 A7 的兵，因为你的马只有这两个格，然后被拴住了，动不开了。你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让自己的马动开，就是过王，然后就可以走马了。但是你过王的话，对方的王又过来去吃你，然后现在黑棋在这个王E的兵型都已经碎了，所以就没办法去让自己的王赶紧过去了。所以这盘棋就等于说还是残局不够扎实。来自美国的小棋手邓航啊，在这时候觉得就可能也是大意了吧，时间少了，然后也是有点大意，就觉得换掉后肯定怎么下都赢了，因为多个马嘛。但是其实应该后 B5 更清楚一点，因为白棋那个远方通过兵还确实是有一定危险。对，而且马是最怕这个车兵的，马是最怕的这个边线兵。对，如果是让我把后换了之后，然后马对兵，我都觉得有点对，有点虚。对，所以在这 F6 只有唯一的一个方法、嗯、对吧，对方肯定是要先走了 G5 才行的，然后我们就赶紧过王冲，然后我们就 F5， 王 E5 的话王 B7 守住，然后这步棋不要去吃他这儿，吃他这儿的话浪费时间。对，所以在这儿时候你只要守住这个兵，赶紧活自己的马调整到好，兵和马筑成一个 fence， 然后你就赢了。嗯，但是时间少的话确实也是很难看到。对，很难看到。嗯，好，这个整个的比赛就结束了，我们是 18.5 比 11.5战胜了来自巴西的我试着发一下音啊。Linga Regional da X， OK， 这西班牙语我真是、okay. 真是发不出来。Stop 传音对吧。然后我们总体来说发挥的还是挺不错的，唯一的一个两盘都输了的就是 Chocolate Chip Lore。 It's okay 对吧，应该还蛮厉害的、嗯、应该蛮厉害的 对吧。而且你就好像出乎意料是他们的阵容我觉得很整齐。嗯，对，是不是就是觉得好像就是都还是水平很接近，然后都还是蛮高的。对，虽然对方有两个 title 的 player 吧，但是我们的小棋手们下的也是非常不错。对啊，我们下的很棒。对、嗯、好了，感谢大家的观看，然后我们这一期的直播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收看，然后谢谢大家喜欢，拜拜拜拜。拜拜。